玩人游戏，七夕情人节特别策划，稳稳的幸福创意大赛开始报名了。从5月20号至8月18号，征集最撩动心弦的爱情故事，评选这一季最幸福的吻。8月20号七夕情人节，玩人游戏期待您协同您的爱侣，大胆秀出你们的爱，恋恋山城惊喜大奖等你拿。活动咨询报名热线6861-5868。他阳光帅气，努力上进，是一名潜力股。我呢是一名白羊座的阳光大男孩，一直以来呢都是觉得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一份努力，能够给未来我喜欢的他更多的物质基础与保障。他青春靓丽，对另一半有着这样的憧憬。我对另一半的要求，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高富帅。看似般配的一对，相亲却不那么顺利。我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过好一点吧，就不想过那种两个人在一起吃完小面也会开心的那种。就是没有房没有车的话，会让我没有那么有安全感吧。不久的将来，也许这只潜力股它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的，它的价值观呢，可能让我觉得可能是它今天的硬伤吧。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凡人有喜之潜力男相亲现实女即将为您精彩呈现。想和他聊天下去吗？可能会影响聊天的质量。我觉得一个男生那么看重女生的外表就很肤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一点我要坦白。那我们就去亮下他的双眼，走吧。一切的原因让我们从头说起。哎呀，我都找了几天了啊，你看嘛，确实确实，你觉得呀？确实那个男嘉宾呢，那个条件真的不是很好找。哎呀，啷个办嘛，是都找了几天了。啷个办嘛？哎呀，赔不起，确实赔不起。哎，那个呀？哦，不得行。身高，身高不得行。来，找一个，让编导如此焦虑的是怎样一位嘉宾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苏志涛，来自我们的中原福地郑州。那么今年呢是23岁的我呢，目前从事于培训机构。那么平时呢也是兼职婚礼主持还有商演主持。本期交友男嘉宾苏志涛，23岁，身高1米77，学历本科，职业培训机构管理。我呢是一名白羊座的阳光大男孩，那么我一直以来呢都是觉得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么从学生时代开始呢，我都一直呢比较的积极向上，那么目前工作呢也是比较的努力，那我就是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一份努力，能够给未来我喜欢的他更多的物质基础与保障，所以呢就把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给耽误了。现在的我呢也已经进入社会了，并且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闯荡一段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的我呢发现我还是非常渴望爱情的，所以呢我就来到了我们凡人有喜。工作制约了我呢是一个拥有着一些文艺细菌的阳光大男孩，平时的我呢比较喜欢绘画，然后呢也会去打一打球，比较喜欢运动。那么说到择偶要求了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一点我要坦白，我还是喜欢找一个漂亮一点的女孩，性格呢开朗，然后呢是可爱乖巧型的女孩。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安康。咱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叫做潜力男相亲现实女。说实话，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分量非常重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男嘉宾，典型的三个字儿：小鲜肉。关键是他这个要求啊，让咱们的编导呢有点费脑筋。为什么呢？他要求要漂亮的啊，而且呢要有点内涵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觉得本人就不错啊，所以他有资格去这么要求对方。那么今天的女嘉宾
能不能符合他的择偶标准呢？我们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你好，凡人游戏。哦，你21岁哈？哦，视频主播。哎，那个那个，我需要看一下你的照片。女嘉宾的照片让我们欣喜若狂，觉得终于等到了这个人，但为了确定真人的可靠性，编导和他约定了见面地点。你好你好，是宋慧吧？嗯，对对对、哦、你好你好、嗯、这人很漂亮，跟照片一样。谢谢。嗯，她是怎样的一位女孩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宋慧，今年21岁，是一家网站视频的主播，然后我的爱好是喜欢唱歌跳舞。本期交友女嘉宾孙慧，21岁，身高1.65米，职业某网站视频主播。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高高帅帅的，然后我对经济方面有要求，就是希望他经济条件能够比较宽裕，比较富裕一点，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高富帅。咱们的编导呢真的就为这位男嘉宾找到了符合他的要求的，你看脸蛋不错是吧，一袭白衣啊，然后呢还有几个经典的舞蹈的动作，但这女嘉宾呢也有要求啊，三个字儿，高富帅啊，高和帅，这个男嘉宾呢，都满足了。富呢，咱们男嘉宾能达到吗？这个是个未知数。看到这个地方，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问我了，说：“哎，你女孩，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这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呢？你才21岁。”我想说的是，一个21岁的女孩子，正值青春年华，她这个时候不提要求，难道等到41岁来提要求吗？再说了，这女孩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哎，我还真觉得够得上美女的一些基本的标准，所以她有这个要求，那我觉得人家有资格。爱情靠争取，我也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游戏，我是小红娘冰甜。参加本节目的嘉宾呢，将会获得由周至福珠宝提供的珠宝代金券。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啊，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潜力股，要形象有形象，要能力有能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欢迎他。嗨，嗨，美女同学好。你好。哎，那我觉得你声音特别好听。哦，谢谢。我听编导姐姐说，你的择偶要求就是美女，是吗？我还是喜欢找一个漂亮一点的女孩，喜欢美一点吧，美一点的美女。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为你准备了这么一位女嘉宾。哇，真的千挑万选，可以这么说，终于找到了，太好了。那你期不期待见到她？非常期待。好，现在女嘉宾呢还在路上，我们就先进去等她一会儿好吗？嗯，好，走吧。男嘉宾静候着美女的到来，此时小红娘偷偷给女嘉宾打电话，有些事情想特意嘱咐一下女嘉宾。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那个男嘉宾呢特别的优秀，然后就是有一点喜欢美女，等一下过来的时候可以打扮得漂亮一点过来好吗？打扮得漂亮一点，好吧好吧，没问题。可以哈。好的好的，那我们在这儿等你，这是在那个南滨路这边。行，没问题。好 OK， 好的好的，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吧。好，拜拜。因为男嘉宾是个外貌协会，所以我必须得给女嘉宾说，让她打扮漂亮一点，期待女嘉宾的到来。苏慧，Hello。你今天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过来啊？因为我听说就是你说那个男嘉宾他是外貌协会的嘛。我其实不太喜欢一个男生只看重女生的外表，所以我今天故意穿成这样过来的。但真的不太搭，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嘉宾其实挺优秀的，你不要把别人给吓跑了。可是我觉得一个男生只在乎女生的外表的话，这样的男生我也不是很欣赏的。
你确定吗？你确定啊？你要不换一下？不用了吧，我坚持我自己。好吧。来，我觉得淑女的外表，汉子的心，我们进去吧。希望好运。刚才我们看到了女嘉宾的个人采访，哎呀，确实挺不错的。哪晓得相亲的正式场合，她上头给你穿了一件工装，下头是个小白裙，啊，拖鞋这么来了。他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在于考验男嘉宾。男嘉宾说了，他喜欢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咱们这编导呢又太心急，哎，赶紧跟女嘉宾打一电话，说你得穿漂亮一点。女嘉宾就反其道而为之。我觉得稍微聪明点的男嘉宾都应该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坐在那边的那位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哦，你觉得怎么样吧？我远看着还行吧。打个分吧，对他的外貌，你不是想找一个外形啊各方面条件好一点的吗？打分啊，悄悄的搞，九分那么高啊，不要让他听见，走，我们再进去。美女好，两位美女好。好，我就算了啊。这位是今天的女嘉宾孙慧，然后这是男嘉宾，孙慧你好，认识一下。你好，我是苏志涛。苏先生好。我们两位都很礼貌啊，为什么我觉得你表情怪怪的呢？因为看到两位大美女了。感谢我们的编导给我找了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嘉宾，觉得气质方面挺好的，但是啊，刚刚走近的时候发现啊。他的穿着打扮可能感觉跟今天的天气还有跟现在的现场不是特别搭，如果在以后他能够更加的注重一些穿着，更加会打扮一些，我觉得就会非常好了。男嘉宾你还真中招了，女嘉宾这是故意考验你呢，看来你真是绝对的外貌协会。那么另一面，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是怎样呢？我总体感觉这个男生还是不错的，就高高帅帅的，我第一印象还不错吧。我觉得他也很有礼貌，懂得给我就是拿开那个座位，然后让我进去坐，总体来说不错。女嘉宾这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考验吗？怎么全是满意的词语，丝毫没有提及关于自己穿着的问题，那考验就这样顺利过关了吗？视频主播怪不得呢。两位先打扰一下。是这样的，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然后女嘉宾今天穿成这个样子，男嘉宾发现有点怪异是吗？确实有点怪异。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冷吧，然后故意的加了一件衣服。是你自己说还是我来说好？是你来说吧。OK， 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而且喜欢美女，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女嘉宾让她穿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结果女嘉宾说她不愿意接受太过于外貌协会的男孩子。对，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只不过说出了内心的诉求。那她今天穿成这个样子，你会想和她聊天下去吗？可能会影响聊天的质量。可能会影响聊天的质量。那你不准备聊了吗？你觉得女孩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的。如果说再看一下平时我们生活的打扮的话之类的话，可以问进一步的了解。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让女嘉宾去换件衣服，再闪亮登场一下。太好了，满足你的这么一个愿望和诉求。好，我觉得你开始已经把自己就陷入了一种自己埋了一个炸弹在那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真的吗？那女嘉宾，麻烦你了，去换一下妆，让她的眼睛被闪亮。就是我穿这件衣服，男嘉宾说，会影响聊天的质量嘛？其实我对这个是特别生气的。我觉得一个男生那么看重女生的外表，就很肤浅，我不太喜欢这种男生吧。这貌似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也太直截了当了，可以说不那么会说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开玩笑说，哎呦，今儿这么穿您是故意要考验我的吧。如果是这么来讲的话，我想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当然我也希望咱们的女嘉宾能够脱下这件工装，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开始她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挺气的，
就是说要去换衣服呀，怎么怎么样，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你现在要不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换？嗯，我今天打扮确实有点不太好吧。哎，其实也对啊，你像我看一个男生肯定也第一眼看他长得怎么样，穿着怎么样。那你现在要不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去换？那我还是换了吧，毕竟爱美之心人人有吧，然后让他看到女孩子好看的一面吧。好，也可以去气气他。好，去吧。想到原来里边就是这么仙这么漂亮的裙子啊，我觉得男嘉宾肯定后悔死了。其实我觉得吧，一个男孩子不能那么看重外表，其实女孩都是那种三分靠长相七分靠打扮，打扮打扮就会出来的。好，那我们就去亮下他的双眼，走吧。男嘉宾有没有后悔呀？没有后悔。你看，一个清水出芙蓉的女子在你面前。对的，那看来我的考验是正确的。你的考验？刚才呢，主持人说了，非常的介意我刚才所说的，外貌，对吗？对啊。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择偶标准呢，会不会介意像帅哥啊，或者其他的类型？我择偶标准的话，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高高帅帅、比较韩范儿那一种。韩范儿高高帅帅，那也是有一些外貌在里面，对吗？对。那所以呢，我可能是没有掩藏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直接就告诉了我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共通的，都是对美的追求。你觉得呢？男嘉宾真会说话，把我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通过刚才我们女嘉宾的这一系列配合，我更充分地肯定了我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份答案。果然是一位清水出芙蓉的女子，同时呢，她还是一个非常配合，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应该是性格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对吗？其实我性格不是很好吧，我特别喜欢撒娇，特别喜欢撒泼，对男朋友。哦，仅限于男朋友吗？对。啊，这就放心了。哎呀，我在旁边都听得腻的说不下去话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女嘉宾已经换好了衣服，漂漂亮亮的坐在你面前了。你本来应该说句好听的话，说呀真漂亮，结果你来了一句什么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穿那衣服之前的衣服会影响我们的聊天质量。你是在对人家品头论足吗？啊，其实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评论都是多余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道歉。不是人家女孩不会聊天，我觉得反过来是你不会聊天。那说到聊天，接下来进入正式的聊天环节。有多冲动？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动手，就摔东西，然后掐人之类的。哦，确实他的价值观呢，可能让我觉得可能是他今天的硬伤吧。反正我们现在呢也是特别的无语，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听你的声线，应该是之前有学习过播音主持或之类的吧？对，但是我大学就是一考过的全是播音主持的学校。那看来我们两个人是老本行了。真的吗？你也是学播音主持的呀？对，然后呢，现在也是在做一名主持人。难怪你的声音就是没有磁性。哎，没有没有。我当时就是为了考一个大学吧，然后到了大学，我基本上什么都做过，就礼仪、模特，然后从事很多方面的职业，然后就想自己买喜欢的衣服嘛，然后去赚一些额外的费用。
你像你跟我一样，在大学期间都会去做一些兼职，刚刚你说你兼职非常的多的经历，我挺佩服你的。就不想问家里要钱了，就想自己赚。确实，我发现我们女嘉宾在大学期间呢还是非常的独立的，并且呢非常的上进，在大学期间也做过一些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方面呢是非常的加分的，并且呢我们两个人都曾经在传媒学院学过，所以呢彼此有很多的共同语言。那你有几段感情经历啊？那么在感情方面呢，可能是大家眼中发育比较迟缓的一款吧，至今谈过一次恋爱。那么她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但是由于我比较喜欢主持，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主持方面，耽误了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两个人慢慢的就和平分手了。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左右。一个月？那挺短的，你的初恋就这么短暂的结束了。那你呢？我就高中时候谈过一段。相亲到此，两人聊得很投机，但就在大家越来越看好他们时，问题出现了。平时你的脾气怎么样啊？其实说实话吧，我的脾气不是很好。哦，那比如说啊，那你平时会怎么对待你的朋友或者男朋友之类的？其实对朋友还好，但是对男朋友我的要求就比较严格吧，就必须要做到，就是按我说的做。就比如说，我不喜欢他回微信回某个字，我不想出现哦这个字，可能他出现哦这个字，我就会一天都不会理他，我就会发脾气，就这么简单。不是吧？真的？有点我们的辣妹子的感觉。那，假如说除了这种小细节之外呢，比如说两个人平时起了争执之类的，那一般情况下你是选择是会让他让步还是你让步？如果是我错的话，我肯定先暂时不会低头，不是他错的话就马上就必须要跟我道歉什么的，不然我会很冲动。有多冲动？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动手，就摔东西，然后掐人之类的。哇，确实这样的脾气我觉得还是有点吃不消啊。那问一下，你这样的女生你能够接受吗？这样的女生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就是能够宽容我的脾气，包容我的撒娇的一个这样一个男生，但是男嘉宾刚刚表达的是他明确表达了不能够接受我这个脾气，所以吧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可能了。现场已经出现了一些火药味，但两人还能继续聊下去，可接下来的话题让现场几近崩溃状态。像我们这种年轻人九零后嘛，我们都更希望不像爸妈那样那么束缚自己。对，像平时啊生活啊都一切很随心随性一点。那我不知道你爸妈跟我爸妈一样吗？我爸妈是比较传统型的，他们更希望我可能是找一个安稳的工作，然后呢也许是公务员啊或者之类的稳定一些工作，然后稳定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你会介意吗？其实我爸妈，因为我家是做生意的吧，我爸妈就希望我找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当然可比我家要强一点的吧，希望我能够日子过得轻松一点，能够女孩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特别重要，这个经济条件挺看重的。哦，你爸妈还是比较看重经济的。嗯，那像你呢？我还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过好一点吧，不想过那种两个人在一起吃完小面也可以开心的那种。也许目前可能你看到的我还是一只我们所谓的三无青年吧，还是一只潜力股，但是不久的将来也许这只潜力股它会成为也不说参天大树的。可是我觉得吧，就是没有房没有车的话会让我没有那么有安全感吧。完全理解你的顾虑。
这个男孩的外在然后表达什么都挺不错的，但是我考虑他这个年纪没有房没有车，就我不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我家里是做生意的吧，爸爸妈妈都希望我能够找一个条件比较富裕一点的，能够宽裕一点养活我，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家，然后车能够代步什么的，所以这样的男孩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我家里也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我应该不会考虑吧。他想要的一些物质条件可能没有达到他，如果说是偏向物质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人不是特别的合适。哎呀，结合这个女嘉宾一出场的时候就说了高富帅的问题，这富字儿啊出问题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是贾宝玉，那么你21、22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极其正常。31、22岁，哎，我觉得有一定的财富的积累呢，这是符合咱们人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这种定位和要求的。而我们的编导正是出于这一点，想让他们一起牵着手慢慢长大，然后再慢慢变老，不要忽略了慢慢长大的过程而直接慢慢变老，所以呢才希望男嘉宾能够多努力这么一把，也希望女嘉宾能够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吧。苏慧，哎，好像你们开始聊天当中出现了一点状况啊。是，怎么回事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其他的方面都挺不错的，就是这个物质达不到我的要求。你的物质是要达到哪种要求呢？就至少也得有房有车吧。可是我觉得这男嘉宾35。但是他现在才23岁啊，你就要求他又要有房又要有车，还得存款一大堆吗？但是我感觉吧，能够赚钱的男生23岁早就能够赚了。对吧？车房早就认识的男生可多了，就，23岁有车有房的一大把呢。那些男孩，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接触过的？其实我觉得吧，其他的什么我都不是特别看重，但是我觉得物质条件特别重要。但这个男孩子他很有上进心啊，而且他从大学开始他就一直在做兼职，他就是为了能够给女孩子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等不起，真的，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能够现在能够保障我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男生吧。那你不觉得就是和一个男孩子，而且他还是很有潜力的，你们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会更让人懂得珍惜吗？可能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一个女孩青春有限吧，可能21岁到26岁就是花季年龄，我不可能拿这个年龄去赌上一个有上进心的男生吧，我更需要的是能够现在能够保障我一切的男生。他现在保障你的物质了，万一以后并不能够在情感上忠于你，你会难过吗？其实我觉得能够过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就可以了，其他的什么我都没有很在乎。听到女嘉宾亲口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感到震惊，真不愿意看到一个21岁的妙龄少女深陷于这样错误的恋爱观。基于男嘉宾之前对女嘉宾印象还是不错的，看能否通过他的努力让两个相配的人走在一起，用爱情挽救一下一个执着于金钱的少女。其实在我看来啊，你们两个外形也很般配，而且你们俩开始说聊天的时候有很多共同语言，她也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孩子，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了吧，21岁就过于理想化了。对，我觉得你要不还是再争取一下。我非常赞同主持人的观点，但是呢，因为她所在的一些价值观，比如说她对物质方面的一些她的价值观呢，可能让我觉得可能是她今天的硬伤吧。说不定你今天的努力会把她感动了。我一直想去改变他的这样一个固有的想法，但是我发现在刚才的聊天过程当中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目前阶段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所以说今天才需要你去把他这种价值观给扭转过来啊。我也非常的想去扭转他，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是徒劳的。你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是徒劳的呢？我非常的担心
这样做是徒劳的结果。哎，要不这样吧，我觉得你可以让女孩子看一下你在工作当中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工作当中的状态是最有魅力的，最能够吸引人的。嗯，不如这样吧，正好呢，在今天晚上呢，我也要有一个彩排，然后需要去面对一对新人，嗯，那可以邀请他一起去看一看我的主持现场。啊，我觉得这个办法特别好。在小红娘的努力下，男嘉宾总算答应去争取争取，但女嘉宾这边会接受邀请吗？嗯，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吧，还是算了吧。但这是男嘉宾真诚的邀请啊，而且男孩子在工作的状态是很迷人的呀，他非常的专注，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风采嘛。你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长的，很快。真的只有一个小时吗？对，只有一个小时。那好。女嘉宾脸上的不情愿显而易见，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我们出发了。你们先去吧，我先去趟洗手间。什么？你现在去洗手间吗？嗯，对对对。那要去趟洗手间。那我等他的车过来找你们嘛。那你快一点，我们先去车。对，嗯，时间很紧哈。嗯，快一点哦。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都说好了的，我们在楼下等他，他居然没有下来，而且还关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女嘉宾会关机，而且现在男嘉宾正在车里边等着她的，我只有去洗手间找一下她。孙慧，哎，孙慧你在吗？我进去找了一圈都没有人。啊，我真是服了他了。哦，天哪，居然通了。哎，喂，嗯，孙慧，哎，就是你怎么关机了呀？反正我们现在呢也是特别的无语，然后我们就把地址告诉你，就是在海棠小月的那个船上，来不来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们就在那儿等你，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你出现，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好吧？好吧，我也不想多说了，希望一会儿可以见到你哈，拜拜。面对男嘉宾，我们难以开口说出实情，但男嘉宾得知后仍然邀请我们去工作现场。他说既然有承诺就要做到，我们被男嘉宾的诚意打动，转场去彩排地点。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心中都会有一个都敏俊熙，而每一个男人心中呢也都会有一个千颂伊。其实我们在爱情当中不是要去寻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而是要用一种完美的眼光去对待和欣赏一个你所爱的人。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在这幸福开始的舞台之上，有请今天的邓教授盛装登场。
男嘉宾很遗憾，就是我开始也一直在给女嘉宾打电话，然后她还是没有接。其实我觉得人生这种戏剧性的一幕也挺正常的吧。是的。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特别是我看到你在台上说那段婚礼的主持词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像千颂伊一样的女孩。其实真的，我觉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大展宏图的，也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可以陪伴你一生的女孩。是的，我也这么觉得，可能是我跟女嘉宾之间呢有一些观点啊之类的，可能是有一点不太相近，不过没有关系，我也期待着那样一个跟我一起共同打拼共同去努力的一个向上的女孩的出现。是的，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出现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同时呢也感谢周志福珠宝提供的珠宝代金券来送给你。好，谢谢谢谢。我们来回顾一下，最开始男女嘉宾的出现给我们的感觉是美美的，哎，结果到了最后才发现怎么那么看不下去呀，那女嘉宾还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女嘉宾一点基本的建议哈，你年轻漂亮有资本去要求这个男方啊满足你的条件，去包容你的坏脾气，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后头他冒出一句话啊，如果说感情上不忠怎么办呢？那小姑娘说了，没关系啊，啊，我只要得到我想要的生活就可以了。小姑娘，你这句话太不讨好了啊，可能你是无意当中说出来的，但是这句话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残酷的现实，代表了你的人生的信条。也就是这句话一出，我敢说原本对你有好印象的男嘉宾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会纷纷倒戈。那接下来我们给男嘉宾一点建议吧，我觉得小伙子今天这场相亲对于你来讲肯定是个打击，但是千锤百炼始为钢，啥意思呢？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些锻炼，一些残酷现实的磨练，你才能够明白现实生活当中的女孩子她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小伙子上下而求索吧，祝你好运。爱情靠争取，我爱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的征婚秀，我是小红娘冰甜。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女朋友们有福利了啊！当你们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6861568，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并且很有可能在2015年踏上你们的恋爱之旅。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领略一下今天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大家好，我叫王伟健，今年24岁，身高1.78米，现在在做艺术类市场行业。然后我的家乡是山东烟台，我的性格偏向于内向和外向之间吧，然后应该算是传统的中国中庸的那种男人。然后在兴趣爱好上面呢，稍微广泛一些，从小我喜欢武术、画画、音乐、做饭，或者说做木工啊、做家具啊，这些都比较喜欢。我觉得兴趣广泛对我来说是让我的生活更加充满了意义，让它更加多彩一些。我谈过3段感情，然后后两个女孩她们一个是比较偏感性，然后另一个是偏理性的，她们都很好，但是我们不合适。其实这2段感情让我知道自己在感性与理性的爱情之间，我比较偏中庸一点。我比较喜欢有物质的保障，然后又有心灵的陪伴的感情。我的前女友是一个特别需要人照顾的女孩子，然后我特别享受去哄女孩子开心，然后每次把她哄得开心了，我都特别高兴。但是久而久之，应该是被我惯坏了，当然加引号啊。然后好像是变本加厉，然后越来越难哄。我感觉这个样子的感情其实还是蛮累的，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互相的陪伴，共同的包容，
这样子的感情更加长久一些。我比较喜欢开朗、阳光、明媚一点的女孩子，然后不要太胖，身高在1.6到1.7之间，应该算是外貌协会吧。然后我对她的内涵可能会要求的多一些，我比较喜欢有点内容的女孩子。可能你经常跟我说 LV 的包包啊、保时捷啊，我会觉得这个样子的女孩子不太靠得住。我比较喜欢，以后能够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安稳一些的女孩子。我希望女孩子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事业，或许不需要你赚很多的钱，但是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理想是特别美好的。当然如果说你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的800米能够跑进3分25秒会加分的。大家好，我叫黄伟，今年33岁，现在是一名基层的执法工作人员。我的性格属于那种比较外向的，然后很和朋友能够非常和谐的一个相处，在很多朋友时候接触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有我也都会充满一些欢声笑语啊，很和朋友能够打个盹儿这种感觉。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也都是平常喜欢在家里面听听歌呀，有时候跟朋友出去一起唱唱歌。跟单位上的朋友，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一起出去，比如说有时候聚一下会啊，或者有时候出去一起钓鱼、爬山，主要都是那些。其实呢，我是一名来自西安的西安人，在重庆来生活了10年了，然后现在呢，由于父亲是在2013年去世的，现在就家里面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然后是长期居住在渝北居住生活的。我有一段啷个说，应该称之为说是不幸和失败的婚姻嘛。然后现在已经离1年了，然后有一个8岁的小孩，小孩是跟到他的妈妈在一起生活。然后主要离婚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两个可能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在生活当中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以及包括多的是之前我前妻嘛，她可能对家里面老人不孝顺所造成的一些导致我们俩离婚的主要原因。我对我自己另外一半的要求也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嘛。第一，都是希望他能够是重庆主城区人。第二也都是希望他的身高尽可能的在1米6到1米5之间。第三也都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份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或者职业。那么那个东西不说是他和我在一起了过后，非要他进行养家糊口呀，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承担之类的。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毕竟还是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第四一点也都是希望他结婚后也能够孝敬家里面的老人，当然我也肯定会孝顺他的家里面的老人、父母之类的，都是一样的，互相孝顺自己对方的一个父母老人嘛。第五一个也都是希望他，最好是未婚或者离异，那么离异的话也都尽量是小孩不要跟着他，他也没有那个小孩的抚养费啊之类的。第六一点都是希望他在婚后也接受小孩，能够再生一个小孩，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孩、小朋友之类的。不知道冰甜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明星嘉宾是否有您心仪的那个他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和我们取得联系哦。联系电话是6861-5868。同样，如果您是单身人士的话，想早一点告别单身生活，寻找到生命中的那个他，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还是那句话，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凡人有喜，我们等您。我要稳稳的想
凡人有喜，七夕情人节特别策划稳稳的幸福创意大赛开始报名了，从5月20号至8月18号，征集最撩动心弦的爱情故事，评选这一季最幸福的吻。8月20号七夕情人节，凡人有喜，期待您协同您的爱侣大胆秀出你们的爱，恋恋山城惊喜大奖等你拿。活动咨询报名热线6861-5868。他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公交司机。大家好，我叫袁鑫，今年26岁，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来到凡人游戏，只为一个人。我之前看到凡人游戏节目中有个女孩，她性格比较开朗，相貌也比较有眼缘，所以说我这次来到凡人游戏节目当中，希望能和她牵手成功。大雨中漫长的等待又是为了什么？如此的真心会换来女嘉宾怎样的评价？看到他们在雨中等我的时候，感觉他们非常有诚意，我非常感动。我愿意。最终选择前的疑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你的未来有哪打算呢？这会成为他们最后的障碍吗？凡人有喜之公交司机相亲心上人，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5都市频道，幸福着在一起。